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湛江江滨游泳协会诗朗诵游泳人，掌声有请。哪个满意？我庆祝快乐。大家晚上好。我们是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湛江。文课程规则有那么一曲，吟作朝晖，披作霞光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只为举例畅游。有那么一群人，不惧风霜雨雪，沉思过来，月入滴水，只为心中喜爱，水上运动。有那么一群人，技艺超群，为国争光，劳力士何冲何超，前红尘呀，五星红旗傲扬飞扬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六州千里行，窗外车里响不停，风一根，水一根，不远无此声。星黄柳谢周元庆，数百将儿群气凌，一笑仙田歌舞伎，金银美酒祝平生，杯中注满一壶情，南海苍茫气色明，奋力遨游闯纵横，剑声长颂玉天真，欢迎大家到湛江一起畅游广州湾。谢谢播直播，要去那一边上把你们的风采不用不用，当年的风采太厉害了，那边美美哦，就是要不要给那个，你是他们吗？哇，那你是快点啊，耶，快点亚洲星啊，亚洲星星里面蛮到位的哦，在今天举行的100米仰泳的冠军和四场100米。哦，厉害，我们还有本子。哦，厉害。
我的班级是66年全国自由泳冠军，没有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100米仰泳的冠军，叫什么名字？韩冰娇，韩娇，元气早的元，应该是早字，韩英昭，哇，厉害，毛男主运动员，毛男主。我跟你讲，你照他是对了，他是国家游泳队的，国家游泳队的，他是66年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100米仰泳的冠军，哇，厉害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再说一遍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谭应娇。谭应娇，谭应娇，对，广西人的骄傲，对，广西人的骄傲，太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，真的，我们。65年一起上国家队，66年就参加了亚洲比赛，很能干的。好，这个直播你看，大家都看到我们广西人的骄傲，台湾之夜，就是全国冠军，对，就是直播。他是真正的毛男族，真正的毛男族，真的毛男族，长江县的人，游泳冠军，全国游泳长江县的，哪里？环江，环江县，真的环江县的，环江县。跟着沙里去旅游频道直播，柳州游泳协会成立20周年，来自整个广西所有的游泳健将，还有我们的游泳专业队，还有很多游泳冠军、全国冠军，是我们广西人的骄傲。对，大家来到沙里，跟着沙里去旅游直播间，请大家给我支持，给我关注、点赞。
接得太棒了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柳州市游泳协会的老前辈啊，我们的老前辈啊，曾经获得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100米仰泳冠军，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前辈来上来，来上来，为大家演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
会成立25年，后面晚会，后面晚会，庆祝晚会。永远是朋友，也是新朋友。